身神人体半生装甲，为未来人类必备基础套装，用以止泄多变恶劣的外部环境，本体为液态，平时与人类机体相融，一旦接受外部着装指令，可在 0.5 秒内完成装甲化。硬化装甲具有超高的抗辐射、抗穿刺、抗钝击，力量增强。此外，无论何种拥有形态，此装甲可使人体拥有超过自然体拥有自循环能力，只要有阳光，不吃不喝一百天，小 case。 归藏健康维持型半生装甲，相对深神更强调增强与生存，归藏只为长生，一天24小时，每时每刻，这套内置装甲都会将你的身体状态调节至最佳，清除自由基，通血管，清宿便，维持肌肉强度，一甲解决。有传言高阶版本可使使用者随时进入冬眠状态，可以停滞睡眠时人体的衰老。